我们上节目这么久，很少看人家。哎，我锁骨，你锁。哎，那如果要看事业线的话，不用。这个阿婆看起来是有点高龄。啊，那你不会要整？那你是整件脱掉方便吗？你剪一下。好的。好的。能不能被零剪？哦。哎呦！哦，哎呦！这就对了，这就对了。好劲！哇，对，有没有？好劲，住哦！我长腿。看这个臀型。老天爷！哎，哇，好高哦！哇，哇，这个，哇塞，高高高高哈！这有1.72以上。哎，性感性感，不露脸吗？对啊，先不露脸。算了哈。可以可以可以，麻烦你转一圈。嗯，哦，这个算是有点类似你那种。是，有有有。削肩有没有？嗯，哇塞，您的身材可以报一下，您的三围是？3224/34。那您的身高是？170。你星座是什么？双鱼。你血型呢 ？B 型。身份证字号？哎，这个太多了。好，剪哦。哎呦，好恶心啊！哎呦！麻烦请自我介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邓杰文。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我喜欢运动型的男生。运动型，运动没有壮。你是要那种健身的运动，还是也不用啦，就是有运动习惯就好了。哦，因为我不喜欢太懒散的男生而已。懒散的哈，哦，很爱笑算一种运动哦，也可以啊。OK， 今天穿着觉得这样是很性感，请问你觉得重点呢？其实我重点是锁骨，但肩膀锁骨，好吗？可是我觉得他这样看不到锁骨，可是我觉得肩膀的那个线条，这里哈，哎呦，他这里，哎呦，哇塞！我们上节目这么久，很少看人家，哎，我锁骨，你锁。哎，那如果要看事业线的话，不用。这个阿婆看起来是有点高龄。啊，那你不会要整？那你是整件脱掉方便吗？有尺度啊！你够了，不是？对，觉得他这个肩膀的线条挺好看的，尤其是其实他肩膀蛮漂亮的，他的手背算是没有那么的对，非常匀称。肉，我觉得他最正是他的肤色，对，很顺滑哦。平常有在保养的皮肤吗？哦，我如果像冬天的话，我一定会擦乳液。是，冬天不擦乳液，我们都会龟裂。夏天也会擦啦，这是每天基本的保养，所以摸起来会比较滑。那有运动吗？有。做什么运动？健身、跑步。OK， 跑步，健身跑步。那请问一下，你最满意的自己的部位，除了锁骨之外，还有哪？锁骨应该是腿吧。他这个夏天穿个短裤得了？哎呦，真的哦！你是不是穿短裤常常被人家跟踪？我之前有过，就是穿短裤然后被跟踪过，然后男朋友因此生气。啊，是多短？因为他就是因为现在就会流行 speedo 的，就是那种有点会露到屁股蛋的那种裤子，然后高腰裤。你去 party， 你的服装会非常疯狂，会疯狂到怎样？没有，因为跟朋友出去，大家如果都是模特，就要比一下，就会稍微穿的比较，就是看主题是什么。是，你知道模特他们出门真的很恐怖，尤其模特界里面有一个女生结婚。哇，你去参加那个婚礼，其他来的模特是疯掉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对，大家在这边，哇塞，一出场就是哇塞，大家这是你知道，那个布料类似像穿这样吗？哦，比这个有的还更狠，整个什么露背的啊，会有露胸又透视的那种。那开结婚为什么没有模特来啊？有都在后面，我们都没看到，因为我认识的模特是比较走酒的那种。都很喝的那种，呛一点，对，比较呛一点。可是我觉得在婚礼上，在正式场合，大家稍微这个争奇斗艳一下是 OK。而且他们的晚礼，可是出去夜店有需要这样搞到男朋友不开心吗？没有，夜店的话就不会带男朋友去。对啊，你看自己姐妹啦，姐妹的话露两块屁股，然后人家可是就是跟男朋友出去才会这样穿。两块屁股算的还深 V。对啊，要我是男朋友，我也会不开心的。没有，那就是一路跟到家里，那后来男朋友怎么发现？是因为他跟到房间里面。哎，你是谁啊？哎，怎么会跟你的？就跟着过来，跟到不知道。接下来第二趴，请亮灯。
哎呦哎呦呦呦呦！你看看，哇，每个人都要把屁股翘出来哦。哎呦，哦，哎呦，那个头发是怎么回事？这样子爷爷的头发。啊啊有啊！老天爷刚一号不要动，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？干什么东西？这种动作不能的动作。冷冷静冷静冷静 ！Oh my god！ 哦哦哦哦！今天的穿着这个重点在哪里？重点就是高腰的合身热裤。哎呦！如果捡东西的话，屁股当然会若隐若现的。那你捡一下。好的。好的。尽量要求，各位还有什么动作要？还要剪吗？非常大方。他是换边剪，对，换边剪，换边剪，换边剪。能不能被临剪？你平常有在练臀部？没有哎，我不运动的。可是那你臀型很好哎，哦，天生丽质哦。有点不够翘，所以有的时候会这样深蹲一下。哦，蹲一下。是上厕所。对。真的？请问你全身上你最满意自己是？我很满意我的眼神。好，预备，转身，这个来个眼神呗，眼神。好。哎呦，哎呦，我操！你把人家弄死。小康哥，他的眼睛还是眼神，不太像我们东方人。对对对。像。我觉得有点像那种欧美的那种 model 的那种。哦。还蛮。你虽然眼睛不是很大。对着他来一下，预备。有点像007里面的那种女郎，哎呦，庞德女郎，就是国 international 的那种，有点东欧的味道，是不是？对，哦，黑头发，对，不是大眼，不是鼻大的哦，但就那种眼神是很媚的，就是一般东方人要做这种眼神，稍微有点难度，不容易。来，对黄俊伦来一下，黄俊伦，他等很久了，用力来一下，用力。你想干什么？没有啊，被震慑到了。那眼神有杀气，一点杀气，就是有感觉他看虫哥跟看我不一样。他这个女生是有侵略性。哦，有。对，如果是外放，想不想对本烫来一下？对，好。你本烫要用什么眼神？好，就来吧。然后不能让他笑哦。嗯。好意思的这个。你笑什么？还是喜欢性感。你喜欢他哪一种眼神？真的，第一种，第一种对崇哥的，看我的那种，比较欧美。因为我喜欢比较就是年纪大一点，大一点。哦，看起来你刚刚对本烫的是七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把第一种对本烫，对崇哥那个眼神，对，要 hold 住啊。我看不笑了吧？嘴巴给我闭起来。中了，一脸红哎！哎，你的男友也会限制你的穿着？哦，对，我之前的男友，他喜欢我出门的时候穿得很露，但是跟他出门才可以，露胸露腿都可以。他觉得路上有人就是瞄我，他会觉得很爽，很有面子。但是如果他不在的话，我就要包起来。当然，对。而且我爸在夏天的时候也会检查我的裙子有没有穿安全裤。谁？我爸。你爸？他就讲穿那么短，你有没有穿全裤啊？哦，那你有没有穿？没穿。哇塞，太狠的，太热。所以就被骂了，就去穿安全裤。对，因为穿安全裤要撒痱子粉，热的。而且那个可能安全裤比那个外面的裤子还要大条的。哦，那很没礼貌。有可能哦，对不对？要买特小的才可以。以你的状态来讲，对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跟男朋友出去穿最露到什么程度？就是温蒂那样。哦，哎呦。可是今天那个你们两个上衣看起来两个 size 不一样，你有到 D 吗？他应该是一啦，他那你呢？我是小 D。没有。这样我要掀开吗？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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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在刚刚我想证明我也是有的。穿的这个是吗？楚康哥，你们给他一个证明的机会。干嘛那么记得？证明一下吧。你们是天天在这里，我好久没来了。就抠掉我们来，冲胜啊！因为我们那个待会有个单元是验明正身，啊，你别急，你好好吧，你可以选一个去验，好吧？你想验的？太邪恶了，俗辣起来了。那你私底下穿着的时候，你如果今天要表现性感，你的重点会摆在哪里？私底下？私底下的话，其实我私底下蛮保守的，嗯，我私底下最多就是背心，然后。
然后跟热裤，再搭个外套。对，那其实也很性感。嗯，就跟荧幕形象不太一样。哦，你荧幕形象是文迪那样。对啊，你在节目上我都是穿这样，但是我试一下是这样比较多，然后比较多是穿个大 T 恤，然后短裤，很休闲。大 T 恤，对，然后戴个帽子，对，戴个帽子，大外套，舒服。所以你最满意哪一个部位身上？除了眼神以外嘛？对，锁骨。右手也是锁骨，瘦的都这样，一般。对。不是在吃牛排吗？现在选骨头的部位。你就是锁骨，你是跟你是被粉烫传染。你们俩都饿了、哦。我想我下次也拍一个笑一笑的一些影片。请坐，谢谢，不错。